本生产线是生产胶合板的前段工序，八尺单板旋切线由原木输送、原木定芯、上木、旋切、单板输送、卷板、木芯输送、木芯上木、无卡旋切、单板剪切工序组成。主要特点：一、原木输送、定芯、上木采用机械化，提高了原木定芯精度，节省了上木时间。上木时间由人工上木的1到2分钟缩短为20秒以内，节省了人力。由人工上木2人减为1人，根据需要可先配机械定芯上木机，也可选用光环定芯上木机。二，油卡旋切机与输送卷板机采用数控联动，出板线速度与剪板线速度同步，提高了旋切机的效率。三，木芯输送采用机械输送，减少了人工，降低了工人的劳动强度。四，无卡机与输送剪板机速度匹配，无卡机为横线速旋切，数控气动剪板机输送速度在0至60米内可调，剪切单板的长度可在300至8000毫米之间设定。五，该生产线的主要设备：旋切机、卷板机、无卡轴旋切机。气动剪板机采用数控化，整线自动化程度高，
原木出材率高，生产效率高，节省了人工，降低工人劳动强度。该生产线拥有多项国家专利，达到了国际先进水平，填补了国内空白，是目前单板生产线首选设备。